一份自选加随心配的订单，在线上店买388的自选也可以安排上电视哦。正好我们小冉也在店里，经常来帮我的忙啊。今天我们邀请他一起来帮我配货啦，我告诉他位置，他负责拿。如果大家有很多很多想要的东西，可以参考这位宝贝自选加小额随心配的搭配哦。自选的话全都是自己喜欢的，随心配是给自己的一份小惊喜呀。随心配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哪怕抽到自己不喜欢的也可以接受再去拍哈。那种要求特别多，然后拍的又是小金额的，满足不了心愿又哭又闹的宝子，求求大家别买随心配了，太折磨我了。然后开始在楼下给宝子选随心配啦，两个阿玛丽丽丝连排胶带、格子便签、提拉多贴纸礼盒、小麻薯贴纸包安排上，开始装箱啦。这个过程真的太治愈了，整整齐齐的码在一起，装到后面发现箱子小了，又换了个大箱子。随心配呢单装了一包，许愿的礼品本有胸整点的全都安排上了，还塞了一包小礼物忘记拍进去了，嘻嘻，期待你的惊喜小快递吧，谢谢仙女的支持哟。给大家看看我们包了多少随心配，大家收到之后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晒图好评支持一下呀。